5月15日，郭富城、桂纶镁等人一同出席了杨采妮 Charlie 首部执导的电影《圣诞玫瑰》的首映。自圈内人缘甚好的 Charlie 得到各方好友的道贺支持，梁咏琪与李心洁两位好姐妹也前来撑场。得到这么多好友的支持，采妮导演不胜感激。因为他们都有来探班，对对、啊，然后每次他们来探班，其实我跟你讲，现场的人都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两位很开心，不管就是现场的那些临时演员，加上我们自己的演员，因为我反而觉得这次拍完戏，我整个感觉是觉得，我觉得我们圈子里面其实很多朋友都很互相支持，那、他们知道你想做一个事情，都跑来支持，这样，所以很开心哦。另外，身为杨采妮多年好友的郭富城被问到出演这部片是否只收个友情价，郭天王就表示片酬的事情一直是公司在谈，自己对此真的还一无所知。看着好友磨练多年后成为导演，不知程程是否也有意跨行指导电影，他就表示自己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。但你问我就是说将来会不会自己当导演，我想有，其实我还没有跟采妮说要他要当导演的时候，之前我已经在2008年拍《杀人犯》的时候，已经有这个想法。那个时候我给一个周显阳，也今年拿了一个金像奖最佳新晋导演奖。